你自己数一二三呀。这个是我们教练的娘炮包，然后这三个是我们三个学员的。我的是这个，最大的一个。昨天。你的装备。啊，好的。二。二，但是。这要换十一吗？等会换。在泰国，二是最聪明的人的意思。啊，没有这个说法。来吧。今天将是我们第一次下海。Hello， 这是我们的教授。你是要下海了吗？终于准备开始赚钱了吗？这是我们非常傻的教练说的好像你比我老多少岁。他是非常傻的，非常傻的，要听懂。他殴打都过不了了，我现在快回家吧，早点回去好吗？早点回去。背包，算他拿着的，是号头。那包包在这边。哦。放哪里？放船上。我这里有一船。你也没找到啊？是我们的今天的船。来吧，过来，跟着我来装东西。我装哪些呢？我不知道这几个。好想买一条自己的船哦。你买呀，如果我有计划的话就买一条这样的船。你买好你开，然后我坐。哎，慌了，又要溺水了，面筋要进水了。我是白冰巴斯的。这是我们的今天的装备。GoPro take a photo。 哎呀，这已经是摄像模式吧。 OK 重来一遍。现在我们准备上下，感受到了3米的巨浪。我们来个自拍对吧。 OK， 我等会截个图就可以了。好，假装一下 GoPro take a photo。 好，可以了吧。等他们下。
去不少的车。海狼是吧？对。我应该拍了两，是不是有两群啊？好像是两一大坨，反正一开始是珊瑚，后来发现是一坨鱼。哪是一座珊瑚啊？那个那是大群。在那个地方不好玩，非常不好。别走，你把。